好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，各位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对话艺术家，我们走访的是在西安的一位80后的时尚达人，他就是大鹏老师。其实呢，他的本名啊，他是满族人，他的本名叫邢吉啊。对，那就说到昨天的这场秀啊，我看到那个每一个100多位的模特，对。每个人的服饰，还有这个化妆，还有他们手上配饰哈，对，完全都不一样。据说都是你一个一个来做的。对对对，我花了3天时间，就把100多位的模特全部就是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就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，我都会把它做的细节做得很好。就是从配饰啊、耳环、头饰、服装啊、鞋呀、就对对颜色，而且他们每个男模女们的妆容我都会搭配服装，都是亲自设计，花一个晚上和那个化妆师不同的沟通，不同在我脸上试，这个希望什么颜色，这个地方什么颜色，怎么样配的衣服，都经过反复修改，最后才定稿出来的。嗯，所以100多人，你要是。昨天你们8点多钟进场，早上8点，我们晚上7:45、8点的演出，早上8点就全部到了，就从8点开始要化妆，一直化到下午4点。我们光穿衣服就要穿将近4个小时。哇！对，穿衣服就要4个小时。其实我刚开始我还以为这些模特，你知道吗？走完了一圈之后，他们回去再换衣服，然后再上来。对。后来我才发现啊。每个人只走一次，对对，是吧？对，这就是我为了达到一些专业性，就是我不想让模特这个造型回去以后急忙换衣服，然后都乱掉了，因为这个头发和衣服都配好的，如果你要换这套衣服，这个头发肯定不合适。嗯，所以说为了达到每个嘉宾的观感体验，我就只出一次，下次还有啊。啊，下次还有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、啊。对对对对。那大鹏，你昨天上场的时候，第一个引领所有的这个演出的模特队伍上场的。戴个红帽子，对，跟我们说说你那套服饰，挺酷的。对啊，我那套服饰这次我也带来了，然后就是我讲的是，因为那套服饰是整个一个，说实话，你是真的有点像满人那种宫廷里面，这你没有看到细节是吗？我今天有带来，它上面是前面是一个像满人宫廷的一个像前帘吧。前面是印的那种宫廷，对对，就是满人那种当官达官贵人的前帘，我就为它和现在。古代和就是因为是西安嘛，西安是古城，我就觉得它这个古代和上面这个很 fashion 很 fashion 的一件衣服，可以结合，对对对，其实也能完全你看不到，完全可以融合在一块儿，你也看不出来什么。其实戴红帽子我是为了它的整体造型感，因为秀场上和普通生活中造型感一定要有区别，而且夸张才好看。如果这个帽子在生活中戴确实夸张或大，但上秀场就觉得很有效果。哎呦，那红帽子我很喜欢、啊。对对，我觉得鸿运当头。对对对，我这个服装 logo 出来以后，大家都说，哎，这太，因为开场嘛，我想大家有一个好的兆头。对，你有看到细节吗？最后一个收尾的也是戴个红帽子，你有看到吗？对，一前一，对，一前一后是个呼应的，这都是我精工精心设计的。啊，都是精心设计。对对对对。那是肯定是这样哈。对。啊，大鹏老师讲起他这个设计哈，在这个时尚的这一部分呢，也还是这个说不完哈，几天几夜都说不完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，就是昨天晚上，有3位钢琴青年的钢琴手吧？对。钢琴家也好，钢琴手也好，有一位很小，对对，5岁多是吧？对对。还有一位是十岁，9岁、10岁这样子的小朋友。嗯。还有另外一位呢，是从法国回来。对，旅法钢琴家。旅法。对对对。一位年轻的这个钢琴家哈，他们几个是怎么？排练跟你们又能结合在一起，我们大家知道哈。我先说一下啊，这个它的节奏，模特的走步的这个背景音乐，它应该是像节拍器一样，对对对的。但是我们钢琴家是需要发挥的。就是钢琴曲和就是和秀场音乐完全结合到一块儿，所以这就是我和龚老师我俩的这个巧妙之处，也是龚老师的专业性。因为这个两个孩子全是龚老师。他钢琴会所的学员，也是他的很好的学生。然后其实我和高老师说，就是这个曲子完全是龚老师一手听完以后他亲手扒下来的，写了谱子完编曲，然后教给孩子弹，然后我再把我的秀场音乐和他结合到一块儿，我们的编曲在剪辑，然后这个点出什么几分几秒出哪个服装，几分几秒孩子怎么弹，然后我们掐得很准，就掐到秒上了，然后我们才能相结合。其实你听并不是很突兀，完全结合得很好。而且这钢琴曲配上后感觉很像走秀的音乐，但是没有钢琴的加入，这就是古典和时尚其实能放在一起。嗯，就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一样，古装和现代的最时尚，几百年前和现在当今2017年最新的一款衣服结合在一块儿，也完全看不出来，没有什么很突兀，完全很容易的
喜羊得一张，对对对，真的是尝试。对，我还是觉得还是那个很好的一个尝试，但是它的难度还挺大的。真的很大，就是大家看着很好，就是一场40分钟秀，看着 OK， 其实里面的整个的内容、技术性，包括关老师这边的钢琴，包括我这边的服装，大家看着很简单的一件衣服，但是真的是很有很大很大学问的。我们排练真的就一点就是零失误，我只是负责把灯光、音乐怎么配合的几分几秒放在哪里，然后关老师这边和我这么配合的，因为他亲自演绎编曲，然后我们才结合的，根本就完全特别融合，默契，对，特别就是默契。就是我龚老师一敢说 OK 放在这，龚老师说、哦、明白，我们就不用多说话，因为时间很紧 ，OK， 我们就把所有的工作往前推，真的很快。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的一句话哈，就是细节决定结果啊，就是对对对，细节做到了，对对对，最后的结果就出来了哈，也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当然是从策划和总导演的这个角度来看哈，那再回头讲到大鹏老师啊，你看这个五官端正，演英雄像英雄，演好人像好人哈。说到这是演电影，还拍过电影是吧？啊，对，拍过，就是像玩票性质的演过，就是导演，我也不知道导演就找到了我，其实是觉得你帅呢？也不是吧，他就觉得，其实这个话我一直问过导演，我说，他就很悄然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我有部电影你要不要演？其实我也没问要演什么，他说，我把剧本发给你看一下，他说好，我就看过来看。他说我说你让我演谁啊？他说男一号啊。我说啊，我说不会吧，我说第一次我没有演过。他说他写剧本的时候就是脑海里他只出现过两个人啊，一个是我们中国演员界的一个文艺男神叫秦昊，对，然后他说我的脑子里就突然就想象是你的，是个东北人，对，他写戏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形象就完全是我的形象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凭空会出现我的形象。我和导演是机缘巧合有2-3年没有见过了，就是有一次机缘巧合拍广告，我们俩接过一次，就是很短暂的一个交流。然后他突然2年以后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来演一戏，说他导一部戏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我到现在其实拍完戏，我最后才杀了青，我才问他，我说导演为什么选我？他说我写剧本的时候，我脑海里全是你的形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那一次就是第一次对于电影的一个尝试。对对对，他顺利吗？哎呀，我扒了2层皮啊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是你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？就是拍戏很辛苦。就是这个职业，对，真的做演员真的很不容易。你觉得时尚不辛苦吗？时尚也辛苦，但是一个是体力上的，一个是脑力上的，我觉得。电影做过了，还做过广告是吗？对啊，我也平时拍过广告，拍过杂志。哎、那广告我特别喜欢，那广告很酷哦。那个广告是这个广告跟电影之间其实都是视频，这方面的有什么不同？广告除了短之外，广告我是不要说话，不需要台词的。我只是需要做酷酷的 pose 就可以了。演戏真的是需要演技和需要肢体语言的，这个东西我真有揣摩人。对对对，这个角色像导演说，这个角色啊，电影剧本的角色是有灵魂的。当我看到剧本那一刹那，我当时在看，我花了2个小时把剧本看完。你这个脑海画面感就很强，你就觉得他是你，然后你就在这个剧里面，就整个它发生，你就脑海里在脑补各种画面。这个真的很奇怪，我以前没有感受到。而且这个入戏，我真的就是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入戏，就是。我们就是几个兄弟在一起，就拍了有就是将近一个多月在生活在一起拍戏，天天他们在叫我，因为我演了一位黑社会大哥，他们天天叫我，就把我叫的已经是那个人了，你明白吗？然后我们有一场戏，我记忆特别深刻，就是全场这场大群戏，几百号工作人员，然后加上一群演员，我们在一起拍戏，我们当时还是很高兴，在聊得很嗨，但开玩笑，但是说开机，那时候我还因为我看到对方，我还在想笑，最后还在忍着，等他们我一回头，他们在喊。大哥的时候，我眼泪哗就流下来了。那个对我印象特别深，我真当时我就他喊了我一声，我当时眼泪哗流下来，我就快坠过去，我就跪到地下了，然后眼泪在不停流，真的忍不住。这是第一条，导演说看第二条，说再喊我又开始，他一喊我眼泪哗又下来，我没有准备，就完全那种发自内心的，而且已经进入状态。对，而且那些所有兄弟都哭了。等我们这个导演说开始，导演也在哭，监视器前的一些制片。场记都在流眼泪，完了这时候场记花絮就过来采访我们，当时我们全都在哭，就是那种入戏的感觉。进入到对，我这次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入戏，真的你是情不自禁的。这个戏拍完以后杀青了，我根本出不来，就是你过了2-3个月你才从这个人物走出来，所以说拍戏真的挺可怕的，你完全就是这个人，等你成了这个人以后你就很难走出来，所以说演戏这些角色都是有灵魂的，真的是有灵魂的，因为它有故事性。对对对，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对生活的一种感悟。
步哈。好，那说到这个，一个是电影啊，一个是广告啊，在这个设计、时尚设计这个，要不怎么说时尚达人呢？还给过很多明星做这个造型啊、设计啊。对。好玩吗？好玩吧。其实就是，其实我就是在他身上玩我的创意而已，就是可能。告诉我都有谁？先给我们点几个。我们今年啊，我今年三月份做的那个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肥妈，好多华人都认识。玛丽亚·迈尔他们做的他的演唱会，香港红磡几万人、两万人，我亲自去做的那个服装造型，做的就是哎呀特别棒，就是他那个闪耀啊，在台上就像一颗星星一样。像星星一样，对 对, 对。其实我们大鹏现在也成为了一颗星星哈，非常耀眼的一颗时尚之星。那我们也希望呢，大鹏老师啊，还有这个龚老师，什么时候呢，把你们这场漂亮的秀哈，也给我们的纽约的观众呈现出来哈，带着这个西安人民的那份这个淳朴。淳朴的民风的时尚这个特色哈，对对对。好，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对话艺术家，我们在这里呢也祝福大鹏老师前程似锦，大鹏展翅，谢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，再见再见。